贾老师讲故事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老师。前面的节目，我要讲讲王阳明的故事第二十集《中天国讲玉》，明正德十六年的陆游文，新登基的四宗皇帝升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并允许他回家省亲。同年九月份，王阳明回到了余姚。一个是王阳明十一岁离开余姚后的第四次回到家乡。王阳明先是祭扫祖坟，再是探访出生地彩云楼，来到当年卖炭盘的地方。王阳明想到齐国的老娘，因为早逝来不及自焚。娘娘死亡的辰光，因为赈灾在外，没见上最后的一面，毕竟泪流满面。接下来的日节，王阳明每年这个亲眷朋友因为有少，随时随地只是两字之交。那么一个辰光呢，钱东正借龙泉山的中天阁开辟讲堂，他老早就听说王阳明在广西讲玉的名声，盼望齐国人还能把王阳明为师。因为当时阿拉余姚人对王阳明的人品学识呢，还将信将疑。钱东就暗中观察王阳明的言行，终于对两字之交深信不疑，于是给大致部分的弟子通过王阳明的儿子王振兴的引荐拜访了王阳明。第二天，钱东以大致七十四个学生子迎亲王阳明上中天阁，正式的把王阳明为师。明究竟四年的九月份，王阳明再次为余姚祭扫祖坟，给这个钱德洪一号，每过一个初一、初八、上午、廿三，尤其在中天阁寝室的授课，其余时间由钱东代为主讲。王阳明担心学生子不能坚持学习，特地制定了玉规，写得个中天阁的墙壁高头，题目是“书中天阁免祖孙”。王阳明告诫学生子，研究玉文不能有实质之言，即使世俗的事体再忙，也要排除困难，定期的参加岗位。参加岗位的辰光，一定要有谦逊之心，相亲相爱之意，否则即使每年的参加围岗，也无异于身心的营养。王阳明在中天阁讲玉，时间长达整整的两年。究竟六年的九月份，王阳明出征广西，期间与弟子钱东、王继的通信当中，至少三次提及中天阁的讲玉，这对余姚的学生子能坚持学习感到十分的高兴。清朝乾隆年间，中天阁改建为龙山书院，同治年间，龙山书院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已于光绪年间重建。二零零五年，中天阁被公布为浙江省级的文保单位。观众朋友，前面王阳明的故事先讲到头，阿拉下期节目讲第二十一集《风行兼备》，谢谢各位。